爱就是要只为他活，我要他，他就走不远，他就只能了放手。如果我赶他走，不要陪我，自己会走啦。走什么走？走走，你看你把你人生走成什么样子啊？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不严重吗？小孩都已经那么大，都可以自己找到家里面来了，还不严重吗？啊？你说现在要怎么处理？喜多米说要帮我生小孩。什么什么？不是，他说要帮我带小孩。喜多米跟喜多米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你跟喜多米生的。我现在问你，这件事要怎么处理？所谓处理是等妈妈回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跟妈解释？好了啦，哥，你不要再烦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已经一头两个大了。我也在想啊，等妈回来，她看到小明，哦，我真不敢想，好恐怖，我一定死定了。这个很简单啦，验 DNA 就好。嘿，我们三个大男人在这里啊，可以坦开来讲啦，没有关系，反正现在哦，医学科技这么发达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谁知道那个小孩是不是你林家太太？对啊对啊对啊，那个小孩哪里跟我长得像？哎。不错，要是让我验出啊，那个小孩不是我的，我马上把他送走。对，把他送走。对，我反对。你又反对什么？你要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感受，小孩子的感受。万一认这个证据出来真的是你的孩子的话，让这个小孩知道这个爸爸不认他，那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幼小的心灵会受到多大的打击，多大的创伤？我反对。你不要光只会反对嘛，你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啊。那你说，你说出一个解决方法来。对啊，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说啊，有没有啊？我想一想，我想一想。你想不到嘛？我跟你讲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滴血认亲。你无聊。真的吗？你这手指画一刀，把血清出来，挤在瞳孔里面啊。如果他的血跟你的血融合的话，那他就是哦，你的小孩啊，对不对？那电视上都这么演，那个电视真的有这么演呐、啊？哎，你们也要稍微尊重我的意见嘛，对不对？没礼貌。突然大转弯，不但让气象局跌破眼镜，来不及准备的民众更是抱怨连连。但气象局拿出美军、中国跟日本的预报图，发现大家的公司公主导了。你敢供吗？年华来吧。你那台风因为东霸气。小朋友，这样很没礼貌哦。我在看电视哎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啊？哼，我年纪小，不知道尊重怎么写。太难了。哎，哎，师叔，你要烫头发？我是。我爸爸说我可以随便看电视，他还叫我不用拧这个马桶。哈？他说他很讨厌你，叫你不要缠着他。你？林家泰，你给我出来！最是结缘包。还有。他们跟你在一起。吃错药了，那么大声干嘛？在回家的路上找到闪耀。一来就抢电视看。他以为他是小霸王啊！果然是你儿子，他居然一个那么大人跟一个小孩子抢电视，幼稚！你说我幼稚？你怎么教小孩子的？竟然叫他不要理我！拜托，我也不想理你们，好不好？一来就抢遥控器，没礼貌到了极点！你果然是烂爸啦，教不出什么好孩子。我又没有教他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在马桶你跑到我们家看电视，还没有大小声，你有点常识好不好？你还说你没教他？是你求我来你家帮你带小孩的，不然我可以舒服的回家睡觉就好了，干嘛来这边加班啊？哦，你这么心不甘情不愿啊？那你回去啊，准你下班。林家泰，干嘛啦？这么凶的女人，真不知道爸爸看上哪一点。You， 没礼貌。拜托，我会看上他这个马桶。1、2、3、4个。不要挑拨离间。叫哥哥，叫姐姐。来，一起来跳了，不敢跳了，是把那个马桶。烂白啦，他在叫你跳，跳。他在叫你跳，臭马桶，快跳。跳就跳嘛，不跳是烂白啦。对，跳就跳，谁不敢跳？跳的臭马桶。再说一遍，怎么了？
么了？怎么了？在干什么？说，你说什么？啊？他们欺负我。哎，你恶人先告状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家里没大人就欺负小人啊？啊！多米，面倒見なさいって言ったのに、あんたまで一緒にいじめたの？我哪有啊？林家泰啊，妈明天就回来了，你要这样欺负你儿子啊？你最好用用你的脑子，怎么跟妈交代？他是不是我儿子还不知道嘞？你还说还说？好了啦，你看时间都不早了，小明睡觉的时间到喽，你去洗澡。我要跟爸爸一起洗。才不要嘞！哎，你干嘛？跟我来软的？我林家泰软硬都不吃。爸爸，一起洗啊！你做梦！这么大了还跟爸爸一起洗澡，羞羞脸！就是嘛。家大喜多米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小明，家阿贝也陪你洗好不好？我？当然是你呀，给你个实习当爸爸的机会，带小明去洗澡。走，阿伯带你去洗澡。哦耶！哇！你，跳跳跳，好利用，跳到飞机上，跳到尾条。阿伯，I love you。哎呦！衣服穿好就要睡觉了哈。故事？是啊，以前都是妈妈说故事给我听，现在换你说给我听好不好？有个小母奶奶抱我！哎，可是我不会说故事呢。可是以前都是妈妈说故事给我听，我想妈妈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要听爸爸说故事给我听。啊？所以啊，白雪公主啊，她就交了7个男朋友，一个礼拜7天啊，她每天都跟不同的小矮人去约会。今天吃牛排，明天吃汉堡，后天呢，她就去吃日本料理。但是这个白雪公主啊，她一心只想当个少奶奶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上，像这种女啊多的是，每个还不是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？什么是少奶奶呀？就是贵夫人啊。贵夫人又是什么呢？你真的很笨哎。贵夫人就是有钱人的老婆。你一副没钱的样子，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，没老婆。懂什么笨小孩？我懂，我妈妈是你老婆，对不对？念情。哦，你在想我妈妈对不对？我哪有？咸蛋超人跑到屁股上。爸爸，这张给你。爸爸，以后你想妈妈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你一张战斗卡。以前我想爸爸的时候，妈妈也会给我一张战斗卡。听的。爸爸通通给你，这样妈妈、爸爸还有我就可以早一点团圆在一起了。想睡了吗？来，乖，我陪你睡。小胖子，来，来好。晚安。
睡。关灯睡。以前我跟妈妈睡的时候都开灯睡，你也要照着做啊。你现在是跟我睡，我说关灯睡就关灯睡，快点睡。干什么？开灯睡。开灯怎么睡？高兴了吧？服了你了。晚安。他睡着的样子，他真的像个天使。小敏跟佳代像不像啊？像不像啊？我想想啊，鼻子、眼睛、嘴巴、耳朵、个性，没有一点像的。不像。乱讲！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像呢。哪里像？你看看，你跟佳代是兄弟啊，那小敏像他，也会像你啊。你看你的耳朵跟他的耳朵大大的厚厚的蛮像的啊，以后啊我们的小孩也是耳朵大大的很可爱。对对对，看我有找到了一些才艺班的资料。首先呢，小米要去上学，然后我要帮他找家教，还有音乐老师，还有美术老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说你要帮小明找家教？对呀，小孩的未来是很重要，不可以输在起跑点上。这个是艾芬老师教我的。艾芬老师？你们两个，一个还没有生呢，然后一个还不确定那个是不是我们家的，就在这边开始聊起妈妈经来了。呀的。好好，来来，小姑娘，你要帮这个小明安排教育课程，我不反对，但是呢，记住，这件事情啊，一定要给佳泰一个教训，要让他负责，要不然什么事情他在那边快乐，我们在这边啊帮他负责擦屁股干什么呢？可是佳泰今天下午跟小明说，小明自己可以擦屁股啊，他也会啊。不是那个擦屁股，我好。既然那么爱擦屁股的话，我们就生他一个，让你来擦屁股。哎呀，奶奶，你自己擦了啦！不要闹，不要闹！哎，慢点，等什么等啊？谢谢。不客气。爸爸起来了。爸爸。爸爸。不要叫我爸爸。爸爸。干嘛啦？要尿尿？前面左转第二间，自己去。爸爸，我尿裤了。啊！你把我床当厕所啊？我第一天睡这里，我怕，以前我都跟妈妈睡。好了，不要再哭了。等一下邻居还以为我在虐待儿童，不要哭了。啊！不要哭了。
走啦！骗你！睡觉。他给他脸色看，你叫你怎么当爸爸？是他的错哎，还怪我，还哭。佳丹，你怎么对小明这么凶呢？好可怜哦。我带你去上厕所。上什么厕所？他已经在我这边上过了。你看，小朋友嘛，干嘛那么凶？尿个床嘛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小孩子尿的跟茶味一样，比那个精油还好，提神醒脑。你喜欢，你带回去跟大嫂慢慢闻。我不管了，我已经受够他了。你何必那么计较呢？哎，你好多了，你八岁的时候还没断奶呢，十岁你也在尿床。谁跟你在尿床啊？我不管了，等一下我就带他去验 DNA， 我就想办法把他送走。处理一切要以孩子为前提，不要伤了他的心，懂不懂？来闻一闻，来，我知道了。牵手啊！我妈妈都是这样的啊，你也要照做啊。哇嘞！爸爸，我妈去哪里？去医院。去那什么？我不要去。我们要去验，去验血。验血干什么？证明。证明你有没有生病？你觉得我不是你的儿子吗？ 我不知道了，走了，先去医院。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妈妈说你就是我的爸爸。好了，先去医院。以后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都不会管你。爸爸妈妈不是都爱管小孩的吗？为什么你就不管我？你是不是不想当我的爸爸了？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没有这回事啦，走，跟我先去医院，回来我买糖果给你吃。今天我要上学，你跟老师请假了吗？干嘛请假？今天我们有事啊，有事就可以放假一天。你不是也很讨厌上学的吗？爸，你还真不赖哎。以前我不想上学的时候，骂我，还会打我。你妈妈一定很辛苦哦，她一个人带你。我妈妈常常很晚回来，看起来很累的样子，有时候还会抱着我哭，然后我就拿战斗卡一起跟她数了几张，因为太多张了，我每次数到一半就睡着了。那以后你要听妈妈的话。可是我现在有你啊，我听你的话就好啦。好了，快走。你怎么又不走了？
我走不动了，你背我。哦，真是的哦，这么大还要人背，一点都不像我儿子。你看看，你鼻子这么塌，我鼻子这么挺，怎么会是我儿子嘞？这样子鼻子会夹高一点，会比较像我。哼，我根本就不是我爸爸，长这么老，就是没有人要的哦，地上被鸟干掉。哼，我也不想承认你是我儿子啊，你又没有我帅。哼，我又不想承认你是我爸爸，长这么丑。上来了，耶！哦，你很重呢。爱就是要只为那火，我要的他就走不远，他就只能。